四指除了我们到现在为止做到的每次对应在空弦的 SO 上，四指就像空弦 RE 是 RE， 我们已经检查过空弦 RE， 四指在 RE 上对应的空弦是 LA， 四指在 LA 弦上是 MI， 对应的空弦是 MI， 四指在 MI 弦上并不对应任何一根空弦除了一指在 LA 的位置以外。这个四指的基本姿势总是第一个姿势，但是四指就像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讲到的，它有它的另外两个指法，因为每个手指在琴颈上都有三种指法。在这种时候我们仅仅